这个会是有个互动式游戏跟两位一起分享，所以过程当中要是有需要什么样的餐点特别喜欢或觉得特别好吃，一定要帮我记得它的顺序在哪里。 OK， 好，那你们会时不时听到叮叮的声音，叮叮要做什么呢？就是麻烦请你将这个本本里面的打圈圈的动作都帮我做完，就是你们喜欢在黑暗中干杯啊，或者是黑暗中亲亲，黑暗中测量距离都可以帮我做，但是打叉叉就是不能做哦。OK，那最后的话，请你们帮我遵守两个规则。第一个规则就是，请不要突然站起来或者是随意走动，因为我们的服务生他在夜视镜他的视线范围只有这样子的直线距离。那你们从旁边突然站起来的话，他可能就会立刻把你们撞飞。所以为了你们人身安全起见，请你们有任何问题，只要举手呼喊服务生名。